大家好啊，朋友们看到没有？又抓到一只大老鼠。前几天把我家鹅那个脖子啊，从这里直接咬断了啊，那个脚也吃掉了一只，可能就是这个老鼠干的。那天有网友说啊，下次抓到了啊，用这个无人机把它吊到天上去，让它去看一下风景啊。臭，怕它跑出来哈，注意哦！肯定要跑起来哦！注意注意注意，你看它在那儿等到嘞。有人！夹子，你不是夹子吃起？不，夹子买火柴好吃。小苹果。耶，跑出来了！出来嘞！出来不到，出来不到。哎，夹到没有？夹到没有？出来不到，出来不到。来，我跟你夹。得行了，我也感觉已经没得没夹住。夹住了，你看，来，我给你夹腿。夹不？夹到，耶，好香！扯过来呀，不痛啊？好。放不？因为他龟儿把火柴都给我熬到起来了，龟儿死龟儿。对，小苹果，他你把飞机带过来的，太高了。耶，他没个线哈，大飞。没叫他，没叫他。不得，不得，没事。你那没事。夹到，夹到这里，不行，把它关到了，那个关到，关到了，来，还活的不是？拿那个开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鱼还在活，开了关了，上了又是舔它还。那种你也莫把弄死，然后放猪圈不去，它要跟那些说，他说龟儿，那个人，快点快点，他说那个人很凶残。他才不搞的，他才不。那么多个啥？老师，我那个，这个老鼠，我把它放到那个猪圈那里哦，让它，就是把它一直关在里面，可能效果还更好。其他老鼠看到它被关住了嘛，我估计其他老鼠就不敢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，你把它杀了，我感觉可能效果会更好啊，因为你杀了，然后又有老鼠要来，这个关在那里嘛，有一个警示的作用，是吧？啊，万一饿死呢？好的。